哇，你的牌怎么那么强啊？中间成一葫芦是加二吧？水啦！我这局靠彩金吃穿啦！干嘛你在那边？被阿乐打五轮车。奇月要不要冲山啊？要不要冲？啊还少一个、欸，我去叫奶心猪。我钱很多哎、欸，你有多少、啊？我有98万。为什么这么多钱啊？上次赢的吧？妈，你是靠谁啊？这把我们独家冲山。冲上去！干一干，干一干！等阿奶新猪来了吗？哎呦呦，开始哦！来了，都来了。Hello， 高金生龙来了。干一干，干一干！哎、欸，你们怎么都这么穷、啊？干我最穷！哎、欸，谁那边一直有回音？我听到我的笑声，有点恶心。我认同你。哇！来啦！我这个保底不输钱啊！顶级大屁股，欢迎来挑战。对，你屁股，你的屁股至少得是个铁枝吧？我操！我专门干你们屁股，完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怎么才300块？没有想说，抵住100先热热身，怕大家不熟悉这个游戏。还好我开100的而已。他、啊、到底是怪物拿爽没？一直被怪物领钱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奶心，我米吃完了。嗯，可以给你买米吗？不用，我拿给你就好了。最近有空，你还扛一袋米来找我？大米我看见了。台湾什么米最好吃啊？嗯，现在应该是冲爽梅 CC。你说现在什么米什么香、啊？没事啊，我抓他们来补。玉香米哦，它跟日本米、泰国米有什么区别？泰国米是长的，哦，泰香是长的。我上个月去泰国，发现泰国那边的米也蛮好吃的。对啊，他们是泰香啊，他们主要就是长鲜米的，长鲜米的稻作。嗯，啊，如果以平均的水准来讲，哪一国的米比较好吃啊？嗯，台湾的。真的吗？台湾最顶了，台湾。嗯，对，其实台湾的米还是最好。但再怎么顶，应该也没有我的头顶。你的牌怎么那么强啊？你们的头要被我顶烂了。不是啊，你的牌怎么哪时候头那么强、啊？我闪了。我全买，咋就全部买乌龙？全部挡你第二道啊！我公务员，我操！还赢两家哎、欸！我的我可以打人哦，这烂牌可以打人。不是啊，另外两家都乌龙啊！心愿拿什么打？十 QK 打人！哎、欸，你打这枪要谢谢我，我偷放情报才有弹头让你打。泰国的米好吃，海鲜好吃吗？泰国食物普普通通啊，我有点失望。我本来很期待泰国的那个大虾、啊，因为我常在 YouTube 看到泰国的食物有什么路边有什么超级烤大虾、烤龙虾，才会吗？让我实际到，看你这个，哦、你这个，你的肚子比我屁眼大是啥小啦？哎、欸，干十胚都可以打，你们什么烂头啊？垃圾，不是这一定人在搞，没有人头摆得出一点货。干！你忘记我以前是专门拿打全雷打的，你就是专门烂头全雷打。
作弊啊！八五屁股也能轰，他要开直播。这是什么烂牌啊？我也想问啊，这到底什么狗屎啊？我这个保底减三，哎，有三两家三轮车，啊，慢顺顶住，慢顺顶住，继续要五轮呢、欸？还好，这没有五轮的。没啊，我就一个头而已啊！哎，我五轮啊！我没有被打，啊、我五轮啊！干超小五轮，这是什么杂鱼对决？这么烂竟然不用被打？哇，你的牌怎么那么强啊？顶级减一，顶级减一，真的。哦，一家。被打了，找到一家，爽！心月下去，心月，哎、欸、干！你个大铁、欸，中间成一葫芦是加二吧？水啦！我这局靠彩金吃穿啊！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可以。香港流行投降输一半，我们这有没有投降输一半？没有。你想投降输一半，那我感觉我要捡你钱了。我这牌专打白痴，你只要是个白痴就闪不掉。好，什么？哎、欸，奶心猪，那我好像打不到他了。他这个干，居然打不到，三条比他小。减五可以啊！哎、欸，就只有我没打到奶心猪哎，我的白确实也蛮白痴的。完了，报应来了！啊！五啦！这样好吗？这样比较厉害吧？鬼差同花顺，又加六。垃圾啊！整天靠彩金吃穿，哎呦，还加二，真的是鬼差！我要被星月多领一注啊！同花顺本来可以压星月，啊！早知道晚一万注的，哎、欸。哎，我怎么第一个出？干啊！只能领玩100的，只能领保底了。五轮车，他妈的，真没啊！被安乐打五轮车，干！干领不到五注哎，你黑桃也太多了吧？十张。天王天堂边冲三人表，我一直听到什么赵胜文天空起来。送钱，我也是送钱。专打五轮车，我开错，没有冲山了吧？我的双虎，注意啦！有机会吗？注意啦！干，怎么又是垃圾全雷打、啊？干还碾过去耶、欸！他头碾过去、欸，干什么去吃屎啊？干整天被垃圾轰，然后还负的。开正了，我开正了，耐心。这里轰爽没？哎，你快扶上来了！我靠！我告诉你们，请说，要你们最好防守，要不然真的吗？会守不住吗？你们会守不住。拜托你，不要太强。阿特被揍，我被揍，你这牌被我揍，怎么可能？你假赛了，我就要被揍、啊。你这我这能被揍？我他妈直接生吃你的一袋米！真的哎，真的哎，被揍！你敢他轰嘞？我他妈直接生吃你的一袋米！痛みを感じろ。哎呀，敢被搞烂嘞！逆转胜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些水鬼们，给我下来！哇，看直接倒车哎，真是好嘞！真的太离谱了，我直接翻了！哈哈哈哈哈！
我也是水鬼拉下去了。干一把牌加三十三柱子上校，干早知道选同花顺了。我想说双铁把没敲烂。然后结果我刚赢了加三十三，然后结果我快沉下去了，我又要沉下去了。对，你剩五百，什么鬼？好像没气了，刚刚被奶心猪压那把。我自从拿了那一把之后，我的牌也没有好过。这才是重点，没有好过。请约拜，拜拜啊！啊！我比你大！干！妈的，将要减三哦，减四哦！干，我这牌要减四哦！我的 AAQ 跟美白一样啊！我又浮出水面啦！哎、欸，不能这样讲、啊，每次这时候星月就会轰了，就会轰哎、欸，每次都这样子，不能这样说。哦，这样，无解。我看到你的三轮车了。啊！还被干爆完了，这把要减四了，真的被你干减五。哇！我同花顺摆下去，把你们全部压爆。减六，是上爽没？嗯哼。哎、欸，你先第一嘞。你这个拉尾盘有点猛、欸，我真的被你重击到现在，完全爬不起来。有没有机会？没有。再见，布鲁。机会。一只。又轰啦！又爆炸啦！你们怎么这么烂啊、哦、我很烂啊！哎、欸，我双胡了。干、嗯、你的垃圾！我双胡了，还想怎样？垃圾乌龙，干！要一赢三呐、啊！我是人类最后的希望。掉下水里啦！还两局，担心啥？哦，总算有点起色。但是不多，不多。哎，要被压！因为大家的冲头都很猛，这大组的，完了要下去了，冲三还减一，我都冲三了，要不减最后一把，拜托烤个肉，一家烤肉万家香。今夜白喽，一家烤肉万家香。可怜哦。哎、欸？难道可以打两枪？你到底冲三冲爽没啦？领钱领钱，公务员。哎、欸，不是吧？我应该不会下去吧 ？OK OK， 没关系，苟住苟住，没关系。嗯，新月。一送三，一枪搞了万家枪。不是，你看星月打枪次数跟被打枪次数怎么这么多，都有都你在玩嘞、欸。